他们在玩吧，我觉得。我是刚刚列车长，那109年，7月10号，台北市立动物园，16:22，怎么还在是？哇，超可爱的啊！两只欧亚水獭，超大只，比小抓水獭还要大只的欧亚水獭，蚕豆，好帅哦！大概是整个动物园最主要的动物园，对，合理。能打的男生男本。奇怪，这有什么奇怪？哦，他是我爸爸，真的？对。为什么不奇怪？不知道。哦。有吧？你觉得他们两个是朋友还是情侣？应该是情侣。哎呦，这水蛮干净的。哦。这么大众，他们两个，好开心。那边也有吗？你帮我看那边。有吧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来打，我打了九。哦。你打几？哦，我打几？没有，但也绝种，快绝种了，有没有？那我也要跟他们讲。我去。嗯，好热。等我一下哦，我快录完了。好，就这样哦，拜拜。哦呀，水獭超大只的，只可惜他们展场这样，他们不能靠近看，太可惜。好，谢谢哥哥，拜拜。哦，对，欧亚水獭金门也有，对啊，保育类动物，金门也是快看不到欧亚水獭。那下面干嘛？当然都在电门那，就刚才那样，拜拜。谢谢哥哥，拜拜，他要跑走。